胶囊不见了！什么？奥特曼胶囊不见了？这是特利迦的奥特曼胶囊。哇，这变身器好帅呀！哎呀，没有胶囊，它只是个玩具。那可怎么办？那胶囊是怎么不见的呀？今天早上我一起来，他们就全都消失了。什么？愿望过的全部都消失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真的，你别着急，怎么样才能获得奥特胶囊啊？听说要找到它的不同形态的各种卡片。哦，这样子就行呀？那简单呀，你等我一下啊。二姐，是不是这一包卡包呀？哎，掉地上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二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那特利迦的卡片呀？特利迦，他最近很火耶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好。没有特利迦。哎，幼儿卡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这张卡片不错呀，借我用一下啊。我找到了。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形态卡，快来试一下。这怎么消失不见了呀？是不是卡片等级太低了呀？卡片等级太低了，那我再去给你找点高等级的卡片来。就是那个我没有卡包了。哎呀，这好说，随便拿。那我先帮你去找卡去了啊。大姐，能不能帮我拆一下特利迦奥特曼的形态卡呀？特利迦卡可以啊。不，一定要拆出等级高的啊，等级低的还不行呢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在寻找奥特胶囊。行吧，那我开拆了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卡不行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再继续抽气。第二包，开出好卡。哎呀，还是这个。出好卡。我再继续抽气啊。这一包里面有没有啊？好卡。已经成功了，剩下三个就很好找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点找呀！可是我没有卡包了。哎呀，卡包这里不是有吗？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。特利迦奥特曼还差空中型、强力型和永恒闪耀特利迦奥特曼。哎，咱们拆开看一看。3D 卡哥布、幼儿卡的泽塔奥特曼，这也不是特利迦呀。再拆一包。3D 卡的泽塔奥特曼，这也没有啊。黑钻白金卡的特利迦奥特曼强力形态，这张卡片等级够高呀，应该可以。咱们再来拆一包，看一下这包有没有 3D 卡维克特利。ZR 卡特利迦奥特曼空中型，哎呀 ，ZR 卡等级也挺高的呀，这两张应该可以吧？小伙伴们，这两张卡片应该就可以合成胶囊，我现在就去试一下。我找到了，来 ，ZR 卡特利迦奥特曼空中型和黑钻卡的特利迦奥特曼强力型，这两张卡片应该可以。那我来试一下。好。出来了，快试一下看行不行。哇，激活成功了。小伙伴们，特利迦奥特曼的强力形态已经合成了奥特胶囊，还差一个空中型，你快试一下这个空中型行不行。出来了。那个永恒闪耀特利迦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出呀。哎呀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可是奥特曼卡片小王子呢。你这里有没有26弹的豪华版呀？26弹的豪华版，我找一找。好。哎，这里刚好有一包。行，这里面就有永恒闪耀特利迦卡片，我就给你拆一下啊。小伙伴们，26弹的豪华版里面是有永恒闪耀特利迦的 SP 卡，咱们看一下，咱们能不能拆到啊？这一包没有，接着拆。哎呀，这一包也没有。不会吧？这谁撒卡欧布？不是我想要的。再来，就是这一张 SP 卡的永恒闪耀特利迦。哇塞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我赶快拿过去。永恒闪耀特利迦来了，这张 SP 卡应该可以。那我再试一下。好，奥特胶囊出来了。
就你了，四个胶囊都回来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变身器也太帅了。一定要感谢你。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老板，有没有三周年纪念礼盒呀？三周年纪念礼盒卖完了呀。那有没有黑钻版呢？黑钻版只剩这个黑钻礼盒了。小伙伴们，黑钻礼盒实在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呀。哎呀，买不起，算了。哎，今天新到了一个东西呀！新到了一个东西，没错。荣耀版、杨艳版、传奇版，这些都不是新卡片呀。你在看哪呢？过来。啊，在哪呢？哇，看见没有，小伙伴们，这是什么奥特曼卡盒呀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。别说你没见过了，我都还没见过呢。那老板，这个是什么卡盒呀？这个是2022年限定款。这个东西不错，今天我一定要将它拿下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呀？这个呀，我进价1000块，我卖你2000吧。卖我2000，翻倍卖我。老板你也太黑了吧？你不知道吗？2022限定款，我可是抢了好久才抢到的。小伙伴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没那么多钱呀。老板，我能不能拿东西跟你换呀？我今天带了好多这个奥特曼稀有卡片，你看这么多呢。老板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样的卡片你想给我换？老板他不肯让我用卡片换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老板，最近三周年跟黑钻版可是特别的火，你这里没货就损失了不少啊。难怪最近抢不到黑钻版和三周年呀，你有没有？我有。小伙伴们，老板他终于松口了，咱们还有机会。老板，我拿3盒周年纪念礼盒还有3盒黑钻版跟你换。3盒那不行啊，3盒不行，那我拿5盒。五盒，哎，算了呀，哎，那可以。小伙伴们，跟老板已经成功谈好了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卡盒。哎，我这里只有1盒三周年，哇，这里还有1盒黑钻版，那一样都还差4盒呀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一下我二姐。二姐，奥特曼黑钻版。你借给我用一下，我去换那个2022限定版卡盒。2022限定版？对，不要犹豫了。二姐，你这里还有一盒3周年呀，也一起给我吧。好，小伙伴们，还差3盒3周年，1盒黑钻版，我去找一下我大姐。大姐，你在整理奥特曼卡片呢？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去换那个2022限定版卡盒呀？刚好就够了。限定版卡盒？对呀，老板那里刚到的货呢。2022年的哈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大姐。老板，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来，老板，你点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还没点完呢。行吧，你看一下够不够啊？1盒，5盒。够了。那现在这个就归我了。来，老板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。哇塞，小伙伴们。2022年限定版的奥特曼卡盒，你们说这里面都会有些什么卡片呢？咱们现在就来拆开看看，这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吧。哇，小伙伴们，这里面的包装也太精致了吧！你们认识这个吗？这是个什么呀？小伙伴们，这上面是2个卡带，这个是个什么呀？哇塞，是赛罗奥特曼的纪念币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里还有一张卡片，这是个啥？咱们看看。哇 ，SP 卡的赛罗奥特曼跟这个纪念币应该是一起的。这边还有个大盒子，咱们打开看一看。SP 卡的永恒闪耀特利迦，2022年的限定版标志哟。这些是啥呀？哇，都是限定版的叉儿卡，迪迦、邪恶迪迦。特利迦跟黑暗特利迦，这个是高斯还有杰斯迪斯奥特曼，后面一堆透明卡。小伙伴们，这些卡片还有纪念币也太酷炫了吧。这下面还有一层，哇，这个是奥特曼的小日历。这是个啥呀？哇，像公文包一样的奥特曼收藏卡册，这也太帅了吧。这还有呢，这里面该不会又是卡片吧？咱们打开看看。哇，这里面是那个收藏的卡砖，咱们看看这个，奥特曼的新春红包，这里还有2块像木头一样的东西，这是干嘛用的呀？小伙伴们，这个2022限定版奥特曼卡盒也太帅了呀！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这张卡片跟那些木头是怎么用的呀？老板，又到这么多新货呀！再给我碰坏了，真是的！碰一下都不行。
真小气呀、啊！开玩笑，这是我拿来的新品，我准备卖的，碰坏了我还怎么卖啊？你个蠢鬼，你个蠢鬼！哎，什么？开玩笑吧，小伙伴们，这老板竟然说我是蠢鬼，他不知道我大姐二姐是什么人吗？啊？你大姐二姐什么人呢？是我大姐跟二姐比你这里这销奥特曼卡片都要多得多。你开玩笑，我什么人呢、啊？我是奥特曼卡片的老板，能比我这里多？哎呦，小伙伴们，这老板他还不信呀！我今天还就真得给他上一课。什么？给我上一课？你开玩笑，我是奥特曼卡片，你多大个头？要是我大姐跟二姐比你这些奥特曼卡片多怎么办？比我多，我跟你讲，要是比我多，看到没有？这些，啊，这些，还有这些，我全都送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小伙伴们，这老板还跟我杠上了，说要输了，他的卡片就全给我。看来我铁柱哥今天要亲自出马一趟了。二姐，二姐，二姐，这是你新买的奥特曼卡片吗？是啊，第三呢。哇，真不呀！我看你拖着也怪累的，我来帮你拖吧。哎呀，好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哎呀，好好，你先回去，我等一下就过来。嘿，我二姐走了，正好她买了一箱这个奥特曼卡片，我拿去跟老板比一比。咱们比一比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开始亮相了。嘿，一盒星辰版有没有？切，老板，就一盒星辰版呀，我也有。是不是这个呀？哎呀，还真一模一样啊！那当然了，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呀！赶紧放马过来吧你！好，那我就得拿大招了。看这个50元的星云蓝有没有？咦，才一包呀！我啊，有一箱。是不是这个呀？一箱？不会是空盒子吧？哎呀，自己不会倒出来看一看呀？我还背着倒出来验证一下。全部都是啊！老板，你服不服呀？这个，我还真的就不服了。这个有没有？炫彩版？我当然有了。看好了，这里是三包，再来三包，这里还有三包，九包了，最后还有三盒，总共呀。12盒，又比我多吗？老板，这下你的奥特曼卡片可以都给我了吧？等一下，咱们还没比完呢，我得拿出我的宝贝了。什么宝贝呀？3周年纪念礼盒，1盒，2盒，有吗？嘿，巧了，我也有。看好了，1盒3周年，哎，2盒3周年，3盒3周年，我又比你多，我赢了。3盒，4盒，5盒，还有1盒，6盒。没想到这个老板还变了大招呀！不行呀，我不能输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大姐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你这箱子里面是什么呀？奥特曼卡片呢？这么大一箱，你买的多少钱呀？哎呀，不多不多，也就2000块钱吧。2000块钱应该挺重的吧？来，大姐，我来帮你拖。哎呀，我老弟今天怎么这么体贴人呢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回家，我随后就到啊。老板，刚才奥特曼的3周年纪念礼盒我们比过了，咱们接着来。好啊，这回啊，咱们玩点新鲜的。嘿，奥特曼G系列勋章？不是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都没见过。哎呀，不知道我大姐有没有啊？哼，1盒，2盒，有啊，还2盒。哎呀，我生气了，我跟你讲。1盒，2盒，3盒，4盒，5盒，6盒，什么？6盒？嘿嘿，老板，正好被我逮住啦！什么？来，老板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过来过来。什么？杨艳版？1盒、2盒、3盒、4盒、5盒、6盒、7盒、8盒、9盒，10盒！老板，你输了，这些奥特曼卡片。哎呀，你呢？